小雨房间有一根木钉是不是？对，还缺一个，就还差一个，啊，翻一下，缺一根，还有哪里可以翻？缺一根木钉，木钉，木钉，木钉干嘛？啊。嗯，好，哪里还有柜子可以开啊？晚餐。嗯，到处都是种子，全部都掉在地上。嗯进去。等一下，我还不能过去，可恶！你加油，我太多违禁品了。白痴，地上你绕上面呢、啊？你绕上面。我有先丢着。违禁品怎么一直带身上、啊？这很奇怪、欸。对啊，这个人违禁品都会塞在身上，是不是？繁星拿走了还是？没有啊。哎、欸，他不见了，瞬间不见。你看，被他被检查了吧？那警察走过去，你丢在警察会走的路，他就把他全部捡走。好快、啊！我穿着警察的制服捡走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我可以贿赂警察，我给你几块钱，我看一下，给你35块。可以哦。他也不会怎样啊，就不知道、啊、哦，评价100哦，评价 so good 哎、欸，我放回你箱子了，不是、啊、你的地板了，哎、欸，他好像一块加一而已，我不知道、啊、你可能是累犯吧，对啊，一块给一而已，好给你100，你平常评价太糟了，嗯，不行，你手上拿一个。你手上拿塑胶刀，人家会给你多高评价？对啊，你要不要电线给你加一？你可以去偷我的菜啊！我的菜一个可以给他们那个10点。哦，还蛮多的。那种子有没有、啊？种子你不能送吧？不知道。我送送看。我也可以送。那木钉丢地上不会被捡走？他不是违禁品、啊，他不是违禁品啊！哦，他是正常的东西，好像评价最高就是100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刚才送就不会再加、嗯，是不是有人又接了什么任务啊？嗯，什么东西？又有东西了？我没有任务，我是一直卡着任务还没去解而已。你赶快、就是又是，你赶快去把那个东西掉、哦，我取消掉，取消掉，这个人怎么把东西塞在人家的箱子里面？我没有塞，好不好？自私鬼！有啊，你只要接任务，他就伸出来塞在箱子里啊。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OK， 丢 ，OK， 丢了，丢丢丢！你瞧，看到我两个贿赂人生了吗？就拿我免费拿到的种子，然后一直在贿赂他们。嗯嗯嗯嗯，我没有。我是突然走过去的回答，缺一个木钉哎、欸，怎么要等到明天吗？不然没事啦，嗯、就缺道具啊，啊就哎呦，还是有人任务里面可以接拿到木钉，也可以拿，不是看人家手上有没有拿木钉啊，注意一下，哎、嗯，那抽死吧那些，嗯，加也可以啊，免费加一耶。有没有提早睡觉、提早加时间的、啊？看一下我现成有什么盒，狗牌能干嘛？不知道，我记得可以做绑篱笆。哦，对啦，三个电线可以做那个很像铁丝网的。那能干嘛？就是你可以直接把它拆下来啊。下哦，剪掉的剪掉的铁丝网可以把它装上去变假的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就跟那个伪装、哦、的，跟那个纸的通风管一样，纸的那个的，嗯，哎，没事做了，就没有人卖啊，不知道什么这一把没人卖东西。嗯，哎、欸，繁星，嘿，你到你的房间的上面，房间上面，
里，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。到了。上面那个柜子还没开。哦，我上次不是，我刚刚不是跟，哦，你说里面哦，我看一下。好，你放开，放开。靠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你放开啊！你会没体力。我放开了，我已经放开了，我已经放开了。刚才你还在扣体耶。哇，木钉两个。哇。哇开门，放我出去！走！木钉还要什么？还要胶带，我拿给你们。胶带。我有。有了，可以出发了。所以今晚可以出发了。哎、欸，可是现在五十分呢。又明早啦。明天啦，休息一下，小雨在哪？啊，我在哪了？我来了。啊，不急，欸、我们先到这边，你先到这边。今天，我们再过个一点，天哪！这个我拿了，那个已经做了、哦，那个你可以藏起来、哦，我藏起来。我们可以再稍微晚一点点啦，没关系啦。你说再撑个九分钟之类的吗？啊、哎呀，已到下班了，说起来都伤感情啊。没有啊，就我们不想跟这里的狱友这么早分别嘛。跟这里的狱友都感情很深重啊，对啊，靠他们赚了300多块钱，可惜都花不到，只能贿赂了、嗯。友情提示：要稿子挖墙。稿子挖墙？为什么要挖墙？我们不是要搭，我们不是要搭飞机走吗？对啊，那就我们上去，然后发现真的要哭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做啊。我是没得做了。稿子要怎么做？看一下。不管我躺着睡觉了，稿子、欸、点名啊！你躺着睡觉，老子就是不动。躺着睡觉，睡了。老子就是不动啊！又红灯了哦！又红灯 ，QQ， 又红灯了！为什么雨月你被盯上了？又红灯，因为我在打人啊！哦，干你又在打谁、啊？乱打，这是乱做人。哦，又红灯了，今天是怎样啊？我觉得这样今天我应该不会到3个小时。我只拿巧克力的东西就被打，好痛！先走回去好了。今天怎么一直红灯？一直亮灯。网络不太稳。哇，烂网路，跟 NONO 反映一下呀，这应该不是 NONO 的问题哦，是哦，嗯，是我们这个网路公司的问题，杰克，跑起来，跑了，再跑了，再跑了，真的要挖墙，不然飞不出去，没关系啊，飞不出去，我们在做啊，在加班嘛，陪雨月啊，他怕时速不够。一个五八胶带，直接去吗？还是想吃碗早点？先做好那个吧。我做好啦。哦，你做好了。稿子呢？哦。稿子呢？啊，我还没点名。我要点名了。那我们来确认一下箱子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开箱。让我重新串流。太棒了吧！你干嘛？住家哎、欸？看一下，报到了、喔。看有没有人没收完的吗？有啊，有电线。电线拿着、嗯。看看，真的搞别偷懒。对啊，这不是我一向在做的事吗？重新串流。早餐。气压炸弹。我家的炸弹又过来了。好了，我走了啦。倒灰，我家的倒灰。倒灰，又过来啊！这能干嘛？每次要进的时候都看一下有没有违禁品。啊、靠北。哇，有人有违禁品。抱歉，我放了一个假人在身上，忘记拿了。好。你说我睡觉都要抱他，我才会安全感，我睡觉要抱才会安心、嗯、啊！被打死，看着你，你可以抱我，
啊，你还丢地上？不准啊，就先丢地上啊，反正都会被拿走。你是不是想捡啊？你捡就拿走啊。走上面、啊。要走上面吗？对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去哪里？哦，我靠，工作时间我掰了。嗯，我要去工作了。工作拿那么多钱要干嘛？又不想拿走，又没有东西可以买。对啊，重点是这关根本没东西可以买。如果东西可以买就算了。小雨的吗？小雨什么颜色？啊，绿的。绿，我帮你放回去。哎、欸，我工作是不是没啦、啊？为什么进不去啊？你小坦坦，你有完成过吗？不知道哎。他应该觉得你根本不爱这份工作了吧？可是我有。你上班都工作已经变，你上班都迟到啊？真的假的？我没有迟到，我昨天打杰瑞，不是是要打杰瑞喽？是你，你都没有交东西出去，他们是看那种，不是看终点 的，是看对对对。看成果的、啊。可是我把那个条弄满呢。你有弄满？还是昨天没有？哎呀，昨天他又不给我铲子，我挖屁呀、啊！所以我要打杰瑞吗？打打！你要留在这边吧。好了，杰克掰了。这是他们双杰的战争。过来看追逐战。杰瑞来，有被抓了。收身，收身，收身时间。怎么这么多种子啊？啊，他就在种田呗、欸。就抢废吗？人家在种田，说为什么人家身上那么多种子？他是不是在就可你啊？笑死！我会打、啊，我被狙。你被抓走了吗？哇，你有棒球手套哎、欸！你要吗？我不要。丢起来，丢起来！哎、欸，我被打了，为什么？做稿子了吗？还没？还没，我现在在找材料，我们要。铁锹跟握把还有，我现在每个人都要摸一下。嗯，锻炼时间，你去一下。嗯嗯，怎么抱谁？抱枕啊？是吗？假人啊，抱假人。对啊，抱假人才好睡觉、啊。够啊，抱小恐龙。锻炼时间真的都给我只在厨房，然后干不干？中国厨艺训练学院。道林厨房。哪里有握把跟铁锹啊？没有铁锹。我觉得没有铁锹，那怎么？我完全没看到这张地图有铁锹出来。对啊。隐约还是我们再去那个。上面那里小房间，你坐上去吗？你是差点回答我，王八蛋！差一点，那小房间没看到。没有，我家左上角的小房间要两个人，要拉人。哦。可是不能让警察看到。走吧。不，里面为什么长得很像？星际大战的人。哎、欸，没了。星际大战。只有棒球，就刚刚的东西而已。刚刚捡剩的，他还没更新呢、啊。对，哦，就是我知道还有一个地方是野外的箱子啦，我去看一下。二楼那个吗？一楼有一个。昨天用工具攻，然后就没有工作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有拿工具攻击吗？我是被抓而已啊。啊，你就被没收了。58分了，差不多了吧？还没逃出去啊！这最好逃出去吧。嗯。直接关台了。这里有铁板胶带跟锉刀没有？没。那就直接出发，失败就算了。他失败就也可以关台啊。对啊，他是不让你出，如果真的不行的话，就是不让你出发吧。嗯，好，我去拿支架。那我去拿卡片。嗯，那我去拿不知道有没有用的剪刀。我也是。好，我也有。墙壁上刻下你的名字。走出，哎、欸，对，是我家。到此一游。哎、啊，是不是他既把我的铲子拿走，所以我没铲子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他手上拿铲子。那就扁他，把铲子抢回来。不要扁他，等一下狱警就来揍。又要加班的吗？应该是不会啦，反正就准时关台啊。
走哪里走？你们知道没违禁品就走正常的路啊？有违禁品，有啊，有违禁品走上面啊。餐厅，餐厅外外墙上去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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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楼梯上去啊。在哪？你们在哪里？餐厅。先走到餐厅门口那感应门，然后往上面走。我们从上面走。对，走太上面了，太上面了，太上面了。下往下往下往下。太上面，太上面了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哦，过道可以挖墙吗？五吧，五五五五加，哇，那行为好凶哦！来来，这里来这里，进去进去进去！我按了我按了我按了，小雨，等一下我换个衣服穿。陈小雨，不要来不及了，换衣服啦！换好了换好了，这比较帅吗？换好了换好了，坐坐坐。这里是不是要挖开啊？对耶，大会，你看这边，你们走过来，哇，好，我们那想办法把它弄开。想太多，拿锉刀吧，不然没东西了。好，那就拿锉刀啊，锉刀很多。有，来这边演奏好不好？